像这个马回去没有用了，这都弄坏去啊。我们拿去看一下零件，哎，零件很多嘞，应该开三吨半的台才对。应该是这样吧。他算车主，他的车去整备的时候啊，整理到一半，哎，修理厂倒了，车也不见了。哇，这样我怎么在？能在就在，不能在就想办法，我们再让他在第二趟。很高的，就软嘞，你看，僵直。哦。主角它的皮，嘴巴碰起来那粉嫩，你知道吗？跟它婴儿的肌肤一样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， 指标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耶，大家，我是柯玉成教授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么几台阿比亚嘞？阿比亚，哎、欸，颜色还差不多。对啊，主要不是这一台啦，主要是小冉哥刚好网路上看到有人在卖这个阿比亚的零件，他在出清。对，出清，赶快联系一下，我们就一堆备品。哦，什么水切有的没有，等一下拍给你们看，全部都要了，因为刚好我们可以装到我们的阿比亚的身上。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台？我们有一台是四门的，四门跟我们材料会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可是那一台都也是都好多都可以开啊，反正不管了，我们全部都杀回去了，两台。对，我就想讲的嘛，能救一台是一台，啊，这台是真的不行了，已经都烂掉了，烂掉就没了。没有啦，这一来本来它就是漏车了。啊，漏车了。对，没有啊，就是就像我讲，能救一台就是一台，不能救就死了。器官捐赠。像这个买回去没有用了，这都弄坏去啊。我们等下去看一下零件，哎，零件很多嘞，应该开三吨半的台才对。慢慢嘞，前后包杆、转角四个，雨刷连杆，什么雨刷臂，白铁的。哇，农民家新鲜了。最近的小哥，帅吧？啊，护士镜，前后包杆，前后包杆的，这铁啊，以前都做铁的。应该是翻过来吧？应该是这样吧？那应该是这样啊。哎，快有起新的呢，全新的呢。哇哟，这样是冰山的小一角而已，还有，继续看，你看在这里。台上你看一下，这都全新的哦。水管，哇，这弹性都很好。真的。掐新的雕啊，你看，车门，新的嘞。好奇的不是说他很怕一拆那个雕啊就烂，因为他这个都是扣子嘛，扣子扣在里面啊，要搬开的时候，万一它裂开了，裂开了这样装不回去的。它固定是靠这个塞进去嘛，啊，你拔下来是不是用力拔啊？万一这个裂掉了，裂掉都开了，这是玻璃的。玻璃在升降的，塞在里面啊，玻璃在中间走的。巨碰铺嘞，专切嘞嘞，这个就是咱嘞巨切啦。巨切也是新的，巨切是新的。我当初不是去国外买的尾灯，上面还有裂的。是新的嘞，你看哦，两趴嘞，完全新的，是吧？这气门式镜片，这应该是玻璃。是后门的后挡玻璃的胶条。胶条，完全嘞，叫不前挡啦。我是前挡，对前挡，而且前挡好像水切，这内水切，只要有毛的都是里面的，哇，这有毛啊，凹挂，然后弄下，哇，后盖的，这一堆都是凹洞，一个前挡一个后挡，这玻璃真的很难得，前挡说实在，万一玻璃破了，破一行应该没有了，就是要做，它做出来应该很贵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吗？他算车主吗？他的车子整备的时候啊，整理到一半，修理厂倒了，车也不见了，所以备品再多出来，我们才有机会捡到这个宝啊。所以他买一些备品，就是看到他就一直买，一直买，先囤起来。对，囤起来再说。不管没有用。对啊，有些囤到比较多，真的有人需要，你也是可以卖给他，帮车友嘛。啊，这就是一车拆落来，几台分的，哦，伊啊门啊帮玻璃，这应该是天棚吧。他当时天棚是用固纳堆撑开的，我们直接请那个车主来好了。这边应该都是啦，应该没有说错了哈。对，这边都是。这也是他的拉西棒吗？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也是二代的哈。二代拉西棒。主要这个拼哦，置物平台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挖沙矿，应该是拆材料来的呀。对，内外装都在这边。当初我是整台车全拆，只剩骨架，电线应该有吧？电线应该也在里面。你那时候是自己拆的还是给他们拆的？我是给我朋友拆，那时候才刚完车吧。我这个零件都是十年前买的，十年前还零件还比较好找，现在问都有，现在应该都没有了。
对啊，现在问即使要问什么开很久的那种老店家，看有没有囤货而已。像我现在是玩128，然后128这个材料，这个也当初是我朋友他们材料行收掉，没有再玩了，然后就把它才扫到一整车的份的来，所以那个其实都要找老材料行。以前的老材料行很多是它不会有那个什么系统，所以你有时候问他们要去里面翻，对，才会知道有没有。哦，我知，就是你问，哎，我边看嘛，印象中敢那有。我知道的是有车友在扫材料行，他就全部都买回去，然后自己分类归纳，然后入档。引擎买集中套路嘞，这是一种工作，也是赚钱的方式。记得你说把引擎也都拆下来了，对，引擎在那边，那个是1.4的，但是现在车壳没有，所以引擎也没有用。欸，那时候你朋友蛮厉害的，他帮你全部都拆下来嘞，哈。对啊，他是有点傻眼，因为很少人会有人这样拆，大部分外表拆一拆，内装不会。对啦，通常是这样，因为主要是怕拆了都会破掉或是断裂。因为越老的车越怕，对对对，尤其是塑胶。假设反而是越新的车越好拆，为什么拆一拆装回去没有困难？对，拆可能拆半天去，那装回去要装三天。这个应该也都买不到的，内饰板那些塑胶件，这个应该都买不到的。然后吸住的，当初拆一次都没有什么断脚。这个洞就是说安全带的，哇，那应该不对，我们应该先去拍一集去买三吨半的，买完之后再下来，不然再不回去。自由撞死。这么小一颗而已哦。夹具现在应该也不好找，所以夹具就是能留下来翻新就翻新，虽然还有点生锈，但可能喷砂重新弄一弄就可以再用。这个是夹替帮那插的，这样这边有一个三角形，应该是不对边，那个照理想直接放上去。三角窗都是会直接做好，就是它直接包胶生产，三角正常。Cool. 还有龙，哇，这样我怎么这样？能在就在，不能在就想办法，我们再让它再第二趟。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Rich Dune，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。这个应该是刹车油，那就拆下来。对，那个应该是刹车油管。点些刹车油管弄条，一般整理都是看得到拆一拆啊，反正烤完漆就回来了，类似这样而已。这个是拆到很彻底，全空了。当初是第一台玩的老车，车子啊，因为之前都玩摩托车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，如果要弄的话，要就紧绷一点的。对对对对，我现在的128也是彻底翻。也是拆到连电线都没有，有时候你没有拆到，你根本不知道你下面有没有东西烂掉。你如果要做的彻底，就是要整车全部拆到。听说快完成了啦，人家做了5年，拆拆你才半年而已，你那个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再等等没那么快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，不是说真的这台车做了5年，排队等进场，他进场可能就是师傅又会拖，因为师傅都认识。对啦对啦，越认识的越多。所以你那半年其实大概放5个月啊，真正在做那1个月就是动一下停一下，动一下停一下这样。这风箱一归进，哎，这个就干枯萎嘞。因为不拆的话。如果只考外表，很容易大概一年之后就他说你这样外表考好了，可是你还是在漏水。日本车最头痛的就是锈蚀。现在一再玻璃啊，这个也可以换，以前这个会凹的，这种扣这些地方，刚刚像刚刚小拉车那一种轮胎嘛，那一批。一再换你倒了啊，坑在木头上面放着，用茶那个拱了，应该给它拱了。以前都不怕把它敲破了，就是挡泥板。啊，这个来装哎，哇，那个应该是后视镜啊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是外把手，哦，全新外把手，全新外把手，哦，圆圈盖，圆圈盖，绿的它就停的，很帅哎。拍照灯，拍照灯，方向盘，方向盘，排档座，对。这个应该是天线，是天线，对。天线。手拍的灵感，已经把冷加了冷机。那我先搬哈，我很想再搬，可是满了。好，我们就先在这样。为什么不要现在？如果假设我们三吨半，那卡点，不然它破坏的不一样。说实在，台湾玩车真的蛮辛苦的，老车零件买不到，这些弄好之后，多出来就是当备品。好啊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来再另外一些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就直接回去喽。要你好啊，电话被解封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请问你们这边有什么比较好吃的吗？其实彰化在地人在吃的都是空肉饭啊，我常在吃的都是早上开的，下午就没有在吃。那我们待到明天再吃。那就只能去刚刚讲的地方去吃看看。鹿港，好，感谢。不。还有我们哥在哪嘞？哦，阿凯。好，感谢阿凯，感谢谢好，谢谢。耶，刚好你看，用不到。玩车真的蛮辛苦的，找东西也蛮不好找的。哦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好，我多了一个订阅数了。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起来铃铛哦。耶，麻烦阿姨。慢慢开，我看玻璃。
就算画给他两个。好了，完成任务了。我快四点了哎，我们扛着扛着扛了两个小时哎。你看车友就是这么热心，我最喜欢的是车友。没想到这么多。他连椅子、引擎都会给你哎。那就是说引擎那些都不用忙。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我真的饿了。刚还在那边还没有觉得很饿哎。你是听到我说吃饭的？对，我才饿哎，不然我还刚没饿哎。我带你去吃东西啦，我请你吃东西啦。在这里讲，人家在讲，空包空包，会排到马路去。这样子啊？要不要吃？卤肉饭，空肉饭，还比较好吃。就暖嘞，你看，空的很嫩，非常标志。哦。很嫩很嫩，都嫩哎，赞赞。你看那个猪皮，都嫩哎。而且发现他加这个酱很好吃的，不知道怎么酱。我们吃到现在还在排队，损失一半而已。只是又千清淡，吃完了，来，再看看，来吃饱照资格在这里讲它好不好吃。O D 照控肉饭，哎，还蛮好吃的哎。主角它的皮，嘴巴碰起来它粉嫩，你知道吗？跟它婴儿的肌肤一样，咬下去就哎，水油皮啊，跟那些控肉感换。控肉我刚看的时候觉得还好哎，肥哎，真的入口即化哎，一下去就不见了。所以我发现人家都讲。小碗的两碗还可以吃两种，下次有来了就知道了。下次有机会来带东西，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。哎，那生意还不错哎，还在排。我们来到现在还在排，一样差不多长哎。我们坐下去不是马上吃哦，也是要等一下才有。我们照顺序的，好，我们就吃饱，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北上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走了，拜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，圣帕斯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Rich Beam，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。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当兵，当兵就买了。对，没有当兵的时候我在金门当兵，所以我没办法买车。但是那时候我在找一代，然后我就叫我朋友买，然后就他就说，哎，我找到一台一代。结果他买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二代，然后想说，哎，二代好像也很少人玩，然后不然就玩了就玩了嘛。对，那时候才开始玩二代。是哦，你也在金门当兵哦。一开始我是要买一代，对，我在金门当兵。金门哪边？金门我在防炮。我算什么？金湖的旁边呢、啊。哦、oh. ，我是后来已经迁回来台湾了。